主管校长好，高级校长好，还有师姐、子女，还有主任好，各位先进好，李三好，大家好哦。那以前我跟他听起来应该是两年前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，我还记得我带着他要去弄个宣传这个海报的那个证件哦，我到了那个家长会的他们那个参会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捐2000块钱，我为了要介绍这个那个证件，还捐红包给他们抽奖。 好看一下，就那个人好，那个同仁好像很优秀，已经又也是考上了那个老师哈，已经在当任教哦，非常高兴，因为在这里服务的都很年轻人哦，都很优秀，非常优秀，包括啊这位老师。那在这里的哦，那我们是欢迎哦，包括我们文山区的，我们能够就近的哈，就近的，然后能够让学生能够在这里参与哦，他好像礼拜二、礼拜四都有课程，在网络哦线上都可以看到那个课程，然后大家尽量可以来这里哈。 来参观跟学习哦，要很多的生态哦，这个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哈，要谢谢要先谢谢疫情国小洪国廷黄校长，还有主任，还有主任，主任好像特别高兴，因为他不过他新接的一个还自己会在办一个演出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游戏规则一个，我想知道，所有的游戏规则里面就是大家会教育啊，大家一起来帮忙做哦，所以抽签是。 好几十年来一个，可能从5000台哦，不能几千台，都是抽签式大家概念都很棒哦。那个谢也大家想到这个办法，而且大家同意这个方法，就很好。那我们明年就会到，哎，永健这样的，Q 一下那个主任好了哦。这个也不是，就是刚好是抽的嘛。对对对对。我还特别选到这旁边，没想到那一张，因为我不晓得那个拉威跟黄那个公平哦。那非常谢谢这一次的这个国鼎的校长。 办得非常棒，非常好。今天大家收获都非常丰富。那总是大家是一个互相可以学习、互相帮忙，很多的专业的，还有很多个别的。啊，那大家尽量去哦，去互相去学习，互相去联络。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这个国鼎校长，还有这个环境教育中心的这个所有的同仁。哎呀，特别谢谢永健国小那个吴校长啊，校长还有那主任啊，都亲自参与跟各种做接待。 也是非常高兴哈、哦，那我们现在售后非常多，那声音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一起吹一声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好不好？一起吹。我们先，花露，花露，来，花露，花露，讲。学务工作，开始学务小组。来，叫你也讲学务工作小组来。啊，学务主任上。哦，好，学务工作小组，那我们叫工作小组嘛。学务工作小组顺利成功，好不好？那就吹好不好？ 好，我们台北市文山区学务工作小组顺利成功，来看有没有吹牌。有声音了啊！谢谢大家，挥挥手，挥挥手。谢谢，真的很感谢，哦，感谢光临校长，我们的主任，还有永健的哦，你们台北要多给一个多。